大家都去那边搞一些特别设计的，或者甚至很多是二手的东西，但是你就可以在那边找到你自己心中以外的那样物品，所以我很喜欢那样子，就很有创意的地方嘛。有一个小巷里面就全部都是艺术人的涂鸦墙，对。然后你们在画的同时，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提示，就是这个游戏其实是有一个陷阱的，所以中间最好不要画。对，中间最好不要画太多。对。留地方签名。好，自己 Q 自己走过去的。好。然后我觉得这本书大家在看的时候，我可以抱着两个心情看。就是第一，我就问一下现场有没有从第一张专辑就认识我的。哇，有吗？举手。好 ，OK。那其实你们不用买这本书。干嘛？不要这样子啊！对啊，从第一张就认识我了，真的很谢谢。但是不是我每一个爵士都是从第一张就认识的？但我认为要听我的音乐，你必须要跟我是先处于一个朋友的关系，多于偶像粉丝的关系。因为我希望你们听到的不只是音符或者是歌曲，你们听到的是我的个性跟我喜欢的我的爱情观、我的价值观。所以我现在在做第五章，那准备听第五章之前，不是从第一章认识我的，可以从这本书很快的先 catch up， 跟追上这些可能从第一章就认识我的爵士。好，这也要。